就哭吧，眼泪也并不代表你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就要毕业了，顾主任有一段话想要送给大家。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的人心。希望你能够敞开胸怀，去认识、接纳、了解，并且学习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事物，相信最宽阔的未来都属于你。祝福大家！爬起来，继续奔跑，寻找自己心中的骄傲，失败的挫折也可。各位亲爱的六年级同学，快滚吧，因为这样你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实现你的梦想。既然目标是辽阔的天际，留给这世界的就只能是背影。再见。España sono la pena, regina son del amor. Tutti mi dicono stella, stella di vivo splendor. 就用这首歌曲祝福所有的毕业生，快乐、健康、幸福，面对所有的困难都微笑以对，永远快乐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你们就要毕业了，李老师希望你们能带着你们开朗快乐心，陪伴着你们走的以后每一步。各位亲爱的六年同学，恭喜你们即将从附小毕业，迈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。那希望你们能够乐观的心去面对所有挑战，那也希望你们能够用包容与体贴的心，然后来关怀周遭的人事物。祝福你们有一个精彩的国中生活。放好，亲爱的六年级同学们，恭喜你们要毕业喽！祝你们一帆风顺，鹏程万里，然后祝你们毕业快乐，也别忘了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喽。六年级的同学们，恭喜啦！要毕业啦！国中有很多好玩的事情，希望你们要加油！孩子，恭喜你们要毕业啦！毕业以后还可以回来这边玩一玩、看一看，然后要记得每天要运动，运动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。还有，总之恭喜你们了，加油！各位六年级的毕业生，大家好。你们即将就要毕业了，虽然可能陈老师没有教到你们，没有认识你们很多，但是陈老师这两年来从旁边观察你们这一届的你们非常活泼，就像我的小 DJ 们，随时都是可以很热情的跟大家打招呼，认识你们很开心，也希望毕业之后的你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，那祝福你们毕业快乐哦。救过来，救过来！这是外箱车，上面有很多的医疗器材，像是生理食盐水，像是优点，还有很多的药品等等，需要吗？不需要。那来跟着我一起来，里面有床铺，还有轮椅，用得到吗？用不到。哈哈，我就是你们常常来健康中心找我的东阿姨。在小孩们你们要毕业的前夕，我要献上我满满的祝福，愿你们快乐永远，健康一生，幸福一世，拜拜。